大家好，我是林林。现在汽车市场里边呢，品牌是越来越多，我们都也应接不暇了。那赛力斯这个品牌可能对某些人来说比较的陌生，但是对于那些华为的粉丝来说啊，就很熟悉了。两家啊又采用了新的模式进行合作，干脆建了一个新的品牌叫 Aito。 那我身边这台车啊，问界 M5 就是 Aito 品牌旗下的第一款车型。那在技术方面呢，两家啊也是各出所长。那动力系统呢，采用的是赛力斯的纯电增程式平台技术，那里边的数字化座舱啊，所有数字化的技术都是由华为鸿蒙来提供的，所以啊，大家对这款车也是非常的期待。那今天啊，我们就有幸一睹为快。咱们先从外观啊来看一看问界 M5。首先是它的轴距2880毫米，那长宽高尺寸呢分别是4770、1930和1625。那整体来说啊，就是一个中级 SUV 的尺寸。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感觉，就是远远的看过来，哎，有一点买菜和 Q5 的感觉。其实啊，它们就是同一个级别的。那整体的设计和线条来说呢，问界 M5 属于比较简约的设计风格，但是啊，在一些细节上面呢，也选用了当下非常流行的元素。比如说，来，我们看一看它的前脸啊，采用同样是这种大嘴的格栅，而且啊，中规中矩的，还挺漂亮。那这个车灯呢，也是采用这种细窄条的设计，很有辨识度。那再到侧面来看一看，其实我还是挺喜欢它侧面的这个线条的，尤其它采用了这种有一点点轿跑式 SUV 的设计，所以这里啊，尾部呢是有点向下滑的，挺运动的，而且它整体的比例呢是非常非常好的。再来看看它的尾部。尾部啊，最显著的就是采用了当下很流行的贯穿式的这个尾灯设计，那夜晚点亮的时候呢，也是很有辨识度。最有意思的是啊，它开启后备箱的方式，哎，找了半天，其实它把它隐藏在了这个雨刮器上面，摁一下，电动的，非常的方便。那它后备箱啊，这个空间呢，常规来说是367升，应该是，那看着有就很大，非常的实用，而且它后排座椅放倒呢，可以扩展到600七以上啊，所以也很实用，而且你可以看到这里边呢也有这个电的插头，充电和放电的插头，便于我们日常使用。好，现在看完了外观的设计，我们呢赶紧坐到车里边去体验一下华为鸿蒙系统来给我们带来的体验。坐到车里边啊，你能够感受到它内饰的我想听邓紫棋的歌。搞定了。
停止播放音乐，退出吧，退出吧。好的。所以啊，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反应的速度、识别能力、纠错的能力啊，都是非常强的。那整个这套系统呢，在使用当中呢，确实是会带给我们非常好的数字化的体验，并且啊，它也是可以去 auto 就 OTA 来升级的。那后边呢，它会也是随着我们日常软件应用的更新啊，来带给我们持续带给我们新的体验。好，说了这么多，我们现在啊，把车开起来，来说一说它。最后聊一聊问界 M 的价格，那它的定价区间是在20万到30万。实际上啊，这个增程式电驱车在市场上竞争对手并不多，30万往上呢就是理想 ONE。那在这个20万到30万区间啊，也就是它和蓝图了。那加上这个它的这个电驱系统和华为鸿蒙的这套技术啊，实际上呢，它在市场上应该是非常有竞争力的。那而且啊，这个刚才呢，其实我们的试驾只是第一次与它亲密接触。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对它的初印象，后边啊我们还会去深度的使用它几天，其实还有很多没有聊到的，比如说它的底盘、整车的材质，包括车里的一些设计的细节。那如果你关注的话，也请继续来关注我们后续的视频。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节日快乐，拜拜。